那我现在呢，去叫醒小游好了，他今天呢得到学校去了。小游，小游，你还在睡觉吗？你该起来啦，该起来啦，起床，起床。再让我睡5分钟。哦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哎呀，我也起床了，我也起床了。好啦，你该去幼儿园啦，快点，快点下来。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差点我就要摔下来啦。你昨天做梦梦的还好吗？还可以吧。我做了一些乱七八糟的梦，梦到要相互亲亲，然后被咬了，然后还受伤了。我觉得亲吻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啊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觉得亲吻会受伤，而且会流血。不会啊，我觉得亲吻真的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。好吧，那我们先不讨论这个了。你该去吃你的早饭，然后我们去学校啦。好了，拜拜妈。好了，你给我亲一下吧。妈妈，拜托，不要不要，这里是幼儿园。好了，你会让我被别人笑的。我的孩子今天怎么了？怎么今天反应这么大？好吧。你好，刘老师，哎，你好，我孩子今天好像有点点的奇怪，我虽然说不出他哪里奇怪，但是他今天真的还有些奇怪，从昨天晚上开始，然后又表现的有点不是特别的正常。那好吧，没关系，那我们明天可以再看一下，明天你再来说吧。如果要结婚的话，米娅，如果要结婚的话，你会结婚吗？会啊，而且我还挺想要结婚的。我还在这里面问了一下别的老师，愿不愿意去办一个结婚的这种玩具或者游戏。我还挺想结婚的。你干嘛反应这么大？我就是挺想结婚的，但是而且我还想跟你结婚呢。如果你不想结婚的话，我还是觉得有点受伤。你要真的不想跟我结婚的话，那我就可以找其他的人跟我结婚呢。我还不不不不不，我还没有去过纽约，我还没有吃过汉堡包，那种纽约的大汉堡。我吃了之后，我再来告诉你结不结婚，行吗？小游，你真的深深的伤害到了我了。我觉得无论你去不去纽约的话，我都会愿意跟你一起结婚。小游，你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失望。你愿意跟我结婚吗，尤纳斯？我跟老师说好了，然后老师说同意，在这里面办一个结婚的小婚礼。可以啊，我喜欢。看起来真的非常的漂亮，谢谢。你看起来和平常差不多。今天是结婚的日子，为什么你穿的还是这样呢？那早知道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会穿我的小礼服的。我不知道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。好啦，那米娅和尤纳斯，你们相互相濡以沫，你们要永远在一起吗？是的。那这两个看起来还真的挺好看的，但是他们要肯定要亲亲，亲亲的话可能就会受伤的。那我们亲一个吧。怎么会？他们都没有受伤，难道他们都没有受伤吗？哦，我们结婚了。诶，他们两个谁都没有受伤诶。哦，爸爸原来又在骗我。